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建言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40面，松喜。那么这一课呢，我们是讲到借破戒二法为问端，而广释七趣差别。那么这段等于是从一个假观的角度来发明佛教的缘起。佛教的因缘观呢，大小乘是不太一样的啊。小乘的因缘观是从业感而安立的缘起，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由身口意的造作所创造出来的，这是所谓的业感缘起。那么业感缘起当然建立了一个善恶的因果，但是它的不圆满的地方呢，就是说业感缘起它本身这个思考还是一种对立的，善恶的是对立的，染净对立的，有我就没有你，有生死就没有涅槃，有涅槃就没有生死。所以业感缘起到最后呢，会使令一个人最后修习我空观而趋向于偏空的涅槃。所以他整个业感缘起当中所带动的思考会偏重于断恶这部分，因为他去向偏空涅槃的时候，修习一切的波罗蜜的善法，广度一切众生，变成没有意义了。因为你最后的结果是偏空涅槃嘛。所以业感缘起当中呢，它是一个对立的思考。那么大乘的因缘观，它是建立在现前一念心，来建立整个十法界的染净因果。当然我们这念心那就是一种真妄不二的一个合合体，所以大乘佛法在看一切法的时候是抱着一个比较中道的思想，我们的善念当中有恶念，恶念当中也有善念，生死当中也可以成就涅槃，涅槃当中也可以出现生死。那么当然这个思想能够建立，就是它能够从一念心而建立整个缘起。那么这从这一念心建立缘起当中呢，又有见教跟顿教的差别。你看唯识学它建立缘起的时候是从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受熏而产生种子，有这个种子而变现根生器界。那么从圆顿的思想就是从一念心性，从真如缘起，真如受心，真如它全体不变，但是全体随缘。那么这样子讲，唯识的赖耶缘起跟真如缘起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阿赖耶识的因果思想，它那个时间因果不同时，阿赖耶识的观念是我们今生造业是来生得果报的，所以在唯识当中很少提到说你这一念心造业的时候你当下的果报就成就，唯识学很少提这样的观念，因为他建立种子，那真如他没有所谓的种子，他是全体受熏，真如是清净本然，但是你用善恶的业力熏他呢，他全体行业化现。所以真如思想，真如缘起的思想，它是因果是当下的。他认为说你在起烦恼的时候，
造罪的时候，你的地狱的果报就成就了。我们从前面的经文来看，很清楚有这种观念，它因果是同时的啊。所以你要掌握这个真如，真如的思想跟阿赖耶识是不太一样。阿赖耶识是从种子然后变现果报，真如是不可以分割，它没有所谓的种子，它是全体受熏啊，全体不变，全体随缘啊。那么从清净本然而安立的行业化现啊，而这样子的清净本然跟行业化现呢是同时存在的啊。好，那你把这个观念懂了以后啊，你看这个它整个楞严经的啊，它的因果啊，你就很清楚它是从真如缘起安立因果的啊。好，我们看第十种烦恼啊，佛陀讲这个恶因啊有十种，现在看第十种的松喜。这个松呢就是真松，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自己有的过失，但是我们不想把这个过失化露出来，那怎么办呢？用种种的言辞再加以争辩，那么的目的呢来复偿自己的过失，叫真松啊。看经文，死者松喜交仙花以偿复，如是故有渐渐造作啊。先看这个总标，那么他这个因果也是从一个啊当下同时来安立啊。我们先看他在因果的第一个是惑啊，起烦恼，他的烦恼相貌呢是松喜交仙啊，就是一种啊争辩啊，言辞上的争辩，而且它是互相的去争辩。那么互相的争辩当中呢，就是一种烦恼相貌。那么它主要引发的罪业呢，就是复偿，就产生一种复偿的罪业，就把自己所做的过失把它隐藏起来，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也不想化露，这个是他所造的业。我们看这个果，苦果，如是故有渐渐造作。那么这个果不是来生的，是当下的啊，就在一念心当中呢，你就会有一种好像镜子的啊这个照料，又好像有这个蜡烛的照料一样，就没办法再复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的因果同时啊？我们今天造了一个啊杀盗淫妄的罪业，我们把这个业把它隐藏在内心的深处一个黑暗的地方，把它遮盖起来，我们觉得自己掩饰得非常好，但是我们人他是一个有善有恶的啊，是善恶的合合体，所以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们心一旦寂静下来啊，我们就会感到内心不安，就是内心当中有一个镜子，好像有一个蜡烛在照亮那个过失一样啊，那么就使令我们啊弟子心不安。那为什么不安呢？就是这个罪业被照亮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在造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功能啊，会产生照亮自己过失的功能，就像镜子，就像蜡烛一样照亮。好，那么这部分是没办法掩饰的。看第二段的别名，如意自中不能常淫，恶习相争，故有恶油夜尽火珠，披露树叶对眼珠事。那么这一下呢，就讲到一个譬喻了，说这种照料的功能啊，就好像在日正当中啊，什么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的身体的影子啊，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隐藏了、啊，没有身影啊。啊，藏身之处啊。那么这以下的合法呢，就讲到来世的果报了。恶习相争啊，就是恶习，当然指的是种子跟现行啊两个法互相的陈述啊。所以我们到了阴间以后呢，一个人经常的复藏啊，他的来生的行业化现啊，就有恶由来跟他对应。这个恶友呢，就是说他过去在一起造业的这些同伴啊，就来到阴间了、啊、
来跟你对证，叫恶有。这个业尽呢，就是它有一种哈善恶业力的镜子啊，它能够照见你过去所做的种种的恶事。这个业尽哈，火珠，那么就是说这个珠子呢，它能够显现你心中种种的想法。你心中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当时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造作的，这个火珠呢，它就能够显现给你看。那么透过这个恶有业珠跟火珠啊这三个法呢，来使令这个罪人呢，他就很清楚的如实的披露过去所造的罪业啊。那么这个就是啊用这样来对验我们过去的事情，在阴间的时候就有这种果报出现啊。看欠戒，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富藏同名阴贼，菩萨观复如在高山富裕巨海。那么这个地方是佛陀对我们的劝勉，说啊，十方诸佛如来以他的智慧眼啊，来观察我们造的罪以后的复藏啊，就好像阴贼，就是阴就是躲在暗处的贼，这个贼没有消失掉，我们表面上哇这个贼不在了，其实他是在的，他随时会出来活动，因为他躲在暗处，随时会出来啊破坏我们的财宝。所以菩萨观察复藏这件事情呢，就好像一个人啊头顶的高山啊想要过大海一样，就你这个山啊越多啊下沉的就越厉害。所以戒律上说啊，忏悔则安乐，不忏悔罪亦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造了一个善法要把它隐藏，但是你造的罪业一定要化露出来，因为你一化露，你的罪业它就能够消灭掉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以上十种的恶因啊，它的一个情况啊，我维大师说呢，其实是偏重在纯情跟九情一想这种比较粗重的烦恼来说，才招感地狱的果报的，是这个意思啊。不过在这个延义老法师的后面有一段开始啊，是想得非常好啊，我把这个观念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延义老和尚说啊，他说我们一个人啊，我们一般正常人啊，都是有造善有造恶，所以我们有时候拜佛念佛，有时候也造作一些罪业，包括前生包括今生。那这怎么办呢？我们对于已经造的罪业怎么办呢？延义老和尚提出一个观念说啊，修行人你要做一个很殊胜的法门，就是有因无缘，就是你不能够去创造一个去刺激罪业的因缘。比如说你今天你有一个田地，里面很多的种子，但是你不去灌溉不去浇水不去施肥，这个种子它也不能够开花结果了。所以延义老和尚说啊，在这个净土往生的临终正念当中啊，你要能够啊所谓的做到有因无缘，使令苦果不成，这个他这个祸业苦啊，我们造的起的烦恼造的罪业，那么业到苦果这个中间你要把它切断，不能让业转成果报。那这怎么办呢？当然就是你要断恶念的相续，这个思想在大乘起信论也提到，他说我们正念真如的人啊，最主要的目的啊，就是破和合是断相续心，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去对治种子啊，这个种子烦恼有种子跟现行，这个种子没办法对治的，只有成能圆咒。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对治烦恼的现行，就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哈，烦恼的第一念是没办法对治的，凡夫没办法对治第一念的。你看菩萨戒第一个烦恼，他不治罪的，他不是你的罪，因为这不是你的错，这个是你的等流习气嘛，你是生死凡夫，意境逢缘肯定起烦恼嘛。但是你烦恼第一念起来以后，你的观照力止观力量没有现前，
第二念开始治罪，菩萨戒是从一个比较合理的角度来治罪，他是从第二念来治罪，就是烦恼的相续开始治罪。所以他这个观念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只要你能够每一个恶念起来，第一念不能怪你，但是你第二念的时候，你马上转念念佛，或者用空观，或者你思维烦恼的过失，你观察这个烦恼是生灭的，你不随妄转，正念真如不随妄转，然后把烦恼的相续破坏掉，这样子就能够达到临终的正念。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临终正念是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祖师的正念，祖师的正念是怎么样，他完全没有烦恼，那这个我们做不到。第二种是有烦恼，但是你意念你的真如，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你能够做到不随妄转。我们现在是做这件，就是我们求是凡夫的正念，就是不随妄转。祖师的正念是根本没有烦恼，这根本做不到啊。所以这段啊，诸位可以看看严老和尚的开示啊，他就是说啊，从有因无缘当中呢，做到苦果不成而成就大业往生啊。那么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啊这十种烦恼。藕益大师说呢，虽然烦恼有很多啊，但这十种已经完全收摄啊，佛陀的智慧把它收归成十种的烦恼。好，我们看下一段的心恶名六报啊。前面是讲恶因，这个地方是偏重在苦果啊。看第一段的总标六报，因何六报？阿难，一切众生六世造业所造恶报，从六根处。这什么叫六报呢？为什么这个果报是会归成六种呢？佛陀说啊，我们众生呢，在因地的时候呢，是根据六根接触六尘而引申六世六种的情事来造业。那么在果地上呢，招感这个恶报呢，是从六根的感受来受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根尘世啊，它的因果有不太一样啊。造因的时候是由事来引导，就是你的名言分别，你的想象啊。但得果报的时候是由根，就是这个受。所以你看唯识学他讲，响应是决定你的因地，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想，你安立的是什么样的名言分别啊。比方说你今天看到佛像，你安立这个佛像是功德像，你就造一个善业了，你就会去礼拜赞叹啊，供养等等啊。所以这个我们因地的时候呢，是依止想来造业，那果报的时候是根据这个根的受感受，它是一种直觉的啊。从唯识的角度来说，我们造业啊，你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造跟不造。受果报的时候，因为它是根，你没有选择权。你说我不想受，没办法，受果报只有认命。但是你造因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造不造。其实我们修行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果，受果报跟因地。修行呢，主要是注意那个因地，因为那个果报现前，你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没有选择权，那完全是一种感受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总标啊，把这个因跟果的造作的过程说出来。我们看第二段的别示，第二段以后呢，它有六种情况。先看第一个见报，这个见报也就是说呢，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当然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了。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眼根当中的眼识的见的功能来造业，也就是说呢，你造业当中呢，它的一个启动的一个动机啊，是从眼睛开始的。
你眼睛先看到这个东西，升起贪爱，升起嗔恚，然后再造业。那么你因地的时候是以眼根为主，所以你得果报的时候呢，你这个果报啊，也是从眼根来开始受报。我们造业就有一个开关一样，是先有一个开关打开的，然后那个烦恼跟罪业才会整个发动出来啊。那么这当中呢，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因地的时候，我们习惯性是从眼睛先看到东西，然后再去造罪的。那么未来得果报的时候呢，也是从眼根开始受报啊。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先看第一段临终的情况。因何恶报从六根出？一者见报招引恶果，此见业交者，临终时先见猛火满十方界，亡者神识非罪成焉，入无间矣。说什么是地狱的恶报啊？从六根而出呢？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见报，就是因地的时候，它是以眼识来带动造业，也就是说以眼识为主，以其他的诸事为助伴。那么这样子呢，这样子 的情况就是有这个见啊，见业交啊，就是有见业报跟交业报。见业报呢，也就是说以这个眼根当中的眼识来得他的正式果报。那么交业报呢，也就是说呢，他虽然不是一个主导者，但是他当时是帮助眼根的眼识来造业，叫交业报。那么其余的诸根的诸事来受果报，他当时是助伴，所以得果报的时候也是助伴。好，所以假设我们是以眼根的眼识来造业，临命终的时候啊，这个罪人啊是先看到啊这个世间上啊是升级猛火，而且这个火是充满了十方世界。我们说明一下哈，眼根它是属于火啊，这个是你要先背下来，就是眼根是火啊。所以你眼根造业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先看到火，因为眼根它的属性是属于火啊。看到火以后呢，当然这个人他就亡者的神识啊，他就很想要往高处跑，或者是想要爬高啊，或者是想干什么，他就想要飘飞而上。但是因为他本身造业的时候依止情想，而这个情想是属于下坠的，所以他虽然怎么爬还是爬不上去，最后还是坠下于这个烟火当中，而直接入于无间地狱。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在一直眼根来造业的时候，临终的情况，他是先看到猛火而升起的。那么到了地狱以后是什么情况呢？看第二段，花明二相，一者明见，则能片见种种恶物生无量位；二者暗见，即然不见生无量恐。那么他随着这个烟火而坠入无间以后呢，这当中啊，这个罪人啊，他也是从眼根当中啊，他见到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个明见，这个明见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在因地的时候啊，造业啊，他是明目张胆，毫无忌讳的在众人的情况之下造业。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在得果报的时候，他就普遍见到种种的邪恶之物，比方说牛头马面啊，或者火蛇火狗啊，这种可怖畏的东西啊，现在他的前面。那么这个罪人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啊，他升起无量的畏惧啊，这个是他在明目张胆造业的情况。二者暗见，即然不见生无量恐。所以这个罪人他造业的时候啊，他是在暗处别人啊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造业。那么他到地狱以后呢，他是什么？他什么都没看见，就是整个外在环境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所以他就很害怕，是怎么回事呢？他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什么都没有见到啊，这个是暗见。那么这个是讲到他的本根，就是他的眼根啊，他一直眼根造业，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啊，先从眼根啊出现这种恐怖之象啊。但是他在造业的时候也可能会带动其他的诸根啊来助办，所以他后续啊也会有交报啊，就是他六根啊在因地的时候是互相的造作，所以得果报的时候也是互相来受报。好，看经文。如是见佛烧听，能为护汤羊童；烧席能为黑烟紫焰；烧味能为焦丸铁糜；烧醋能为热灰炉炭；烧心能生心火并杀善骨空界。那么先看眼根，眼根见火，其实这个地方见火，它是古德说是少了一句了，应该是先见到啊这个铁床铜柱啊这种火烧的设法。因为因地的时候可能是看一些啊美貌的男女之色和造业，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啊，先眼根当中呢看到这样子的一种部位的设法。那么烧听，因为眼根属于火啦，那么火它是烧，但是它这个烧的时候，它在阴历的时候有这个耳根的助伴，所以它就烧到这个耳根了。那么耳根，诸位知道耳根属于水，所以火跟水的合变成什么？护汤羊童，就这种热的啊热的汤啊，或者是羊童啊这种被融化的铜汁，就听到这样种种的音声，乃至于有这样种种的痛苦出现啊。烧席，这个眼根的火烧到鼻根的席，这个席就是气席。那么这个气席跟火的接触呢，就产生那个黑色的烟跟紫色的火焰啊，就会有种种这种臭秽的气味发生。烧味啊，这个它是跟舌根的合。那么舌根它是属于金，那么火跟金的合呢，变成什么呢？啊，焦丸铁糜啊，就是口中会尝到这种啊焦热的铁丸跟铁糜的这种汁，热汁啊，来烧灼他的身体，叫烧味。烧醋能为热灰炉炭，这个醋是生根。生根它是一种醋，醋就是和。那么我们阴地的时候可能跟男女的柔软的身体和，所以得果报的时候呢，因为眼根的火跟生根的醋和啊，就会感受到有这种热灰啊，有这种炉炭啊，来烧醋我们的身体。烧心，这个心属于风啊，风则动也，所以这个火跟这个风合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罪人就会感觉到满天的星空当中啊，有很多的星火啊向下啊普遍的这样洒下来，而且充满整个虚空之界，完全是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啊。那么在当中呢，也就是说它是以眼根来当本根来造罪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这得果报不是说你当然以眼根为主，但是其他五根就不一定，看你在因地的时候一直哪一根跟眼根配合，哪一根就有罪业，假设其他哪一根没有，他就没有这个果报。这个交报就是在因地当中有交互作用，那得果报的时候才会交互受报。那么我们看得到眼根的得果报以这个火烧为主，所以你看一个临命中的人，他要看到热火，那他是眼根得果报。第一个先看到火的话，他的因地的一生当中啊，他的眼根的罪业最重，所以他眼根先发动出来啊，先看到这个火啊。
这是一个判定的方式。看第二段的文报。那么这个因地当中的造业呢，是以耳根的听闻来当动整个造业的主导者啊。那么他临命终的时候啊，他就有不同的情况。看经文，恶者闻报招引恶果，此闻业交者临终时，先见波涛，莫逆天地，王者神士降住沉流入无间狱。所以这个人他因地的时候，是以耳根的耳识啊来听种种音声，来带动他的罪业。那么这个罪业当然有他耳根本身的业报，也有他其他诸根来帮助的所谓的交报啊。那么本身的业报跟交报合起来的时候啊，在临终的时候啊，他先看到波浪滔天啊，淹没整个天地，因为耳根属水嘛，对，他看到的是水啊，遍满天地啊，这个波浪一波一波的向他冲过来。那么这个王者神士呢，当然他也想要跑啊，他要往高处跑啊，要跑到屋顶啊，跑到上面去啊，但是因为他本身是属于纯情或者酒情，他的情执重，所以到最后他内心的情感啊，还是把它压下来，而入于啊乘波浪之流啊，而入于无间狱地狱当中，啊没入于水中，这个是他临终的时候所看到的情况。那么到了地狱以后呢，看第二段，花明二相，一者开听听种种闹，精神冒乱；二者闭听即无所闻，幽破沉默。那么他到了地狱以后，他的情况是两种，一种是开听，也就是说呢，他听到的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而造业啊，别人跟他讲什么话，别人对他有所嫌恨，他就带动他的烦恼跟罪业，他是有听到音声来造业的。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他在地狱当中也会经常听到种种的啊吵闹的恐怖的音声，使令这个音声啊非常大声，而且根本没有停止啊，使尽这个人精神啊冒，这个冒就是昏昧啊错乱，他这个音声啊，他跑到哪里都有音声，就不知道如何是好，精神冒乱啊，或者闭听。他在因地当中造业的时候，是依止静态的生成而造罪，就是别人都没讲话，但是他从别人的表情当中呢，他怀疑别人对他有嫌恨心而造业，就是从静态的因生造业。所以他得果报的时候啊，他就到一个地方是寂然而无所听闻，完全没有因生，那么他的神识呢，就跟随这个波浪而沉默，完全在无声无息当中啊，随波浪而沉默啊。这个是他的那个德国报的，他的本根啊，他所发出的这种痛苦的相状。再看他跟前五根的交互的受报，如是闻波，助闻则能为泽为竭，助见则能为雷为火为恶毒气，助喜则能为以为物，撒诸毒虫充满身体，助味则能为荣为学，种种杂秽，助触则能为畜为鬼为混为尿，助意则能为电为袍摧摧心魄。如是闻波，那么耳识当然属于波浪了，它这个以这个水波为主了，那么水波当中跟耳根的结合啊，就产生一个泽跟竭。他到地狱当中啊，就是耳朵当中啊，听到空中有一种很大声的呵责他的声音，或者诘问他的音声啊，有这个呵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诘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注解，那么当这个耳根跟这个眼根的见合，因为见是属于火啊，
那么水跟火合起来就变成雷啊，就像天上的雷啊的这种吼叫的音声啊，或者是这种邪恶的毒气来伤人啊。那么这个是见，就这个为雷为吼啊，意思就是比喻啊，看到一些很多很多啊。众生啊，对他现出这个怒目凶恶的相状，这个是讲到他的见跟耳根的结合，住习跟鼻根的气息结合，则能为以为物，撒诸毒虫充满身体。那么这个水跟气息结合在一起呢，就产生了下大雨啊，或者是天中很多的这个雾。那么在这个雨水跟雾当中呢，就遍满很多很多有毒的小虫啊。那么随着这个雨水啊，随着这个雾啊，就爬满自己的身体，这样的一种痛苦啊。诸位则能为聋为学，种种杂秽。假设他的耳根跟他的舌根啊，这个舌根是属于胃啊，当然这个胃也包括筋的意思了。那么水跟胃结合在一起呢，就产生脓血啊，种种这个污浊臭秽的东西出现，他经常就跑到哪一个地方都很多的污浊臭秽的东西啊，就沾满了身体。其实他的这个耳根跟舌根啊交互的造业。住处，那么他的这个耳根跟身根啊，身根当然这个处就是合啊，则能为畜为鬼为粪为尿，就是他会看到这个啊很丑陋很卑贱的畜生啊，或者很多部位的鬼啊经常在他的身旁，他跑到哪里去都没办法躲避，或者经常接触到这个粪尿这种不净的东西啊，跟他身体啊沾满他的身体啊，就是他的耳根跟身根啊交互作业的结果。注意这个一根的湿，它属于风啊，动态的风。那么耳根的水跟风的结合呢，则为电为袍，就是看到空中啊突如其来的闪电啊、冰雹啊突然而来，那么他呢感到一种压迫自己这个精神的状态，精神感到一种很强大的压迫。那么这个耳根当然它的主要的内涵是水啊，看到很多污秽的水啊，很多的臭秽的水啊遍满它的身体啊，沾满它的身体，这个是耳根的主要的相貌啊。我们看第三的嗅报，这个嗅啊就是舌根当中的嗅的功能啊。我们看临终的情况，三者嗅报招引恶果，此嗅夜交者，临终时先见毒气冲晒眼迹，亡者神识从地涌出入无间意。那么在因地当中呢，是以这个鼻根的嗅来造业，所以得果报的时候呢，也包括的鼻根的自业报，也包括其他诸根的教业报。那么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临终的人啊，他这个鼻根属于气息，所以他先看到这种恶毒的气息充满空中，若隐若尽。这个亡者神识看到这个毒气的时候啊，因为毒气是往上飘嘛，所以他就往地上爬，可能跑到这种洞里面去。但是他跑到洞里面的时候，发觉这个地上啊，地下这个洞里面也充满了毒气，所以他就从地涌出，从洞里面跑出来，结果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了。这个从地涌出就是说，他看到毒气，他很自然的往地下钻嘛。往地下钻的时候，他到了地下以为没事，结果地下还是出现毒气，所以他就从地里面跑出来，结果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这个是讲临终的情况。好，我们休息10分钟啊。